睡在这种地方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板星，等下我们要使用不能说的数字秘密。啊？哎，你在干嘛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在干嘛？没有，我在录影。很丑啊！很丑，怎么样都帅啊？这样叫丑？他在鄙视我。我是斯纳什菲亚，各位。就算全世界人认为你丑，我还是觉得你帅。告白了，告白。就算全世界人觉得你丑，我还是觉得你很丑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不是抽到这种彩？对喽，数字秘密哦，数字秘密哦。有猜掉吗？可以猜吗？504嘛，好，504哦。我504。对，504。所以是我吗？对、啊，你刚不说你要504？对啊。准备喽。抽不到怎么办？白星帮你出纸抽到过。你要不要背？我是没猜。刚好是不是？抽了吗？厉害，504。按个 A B A 抽吗？我已经抽了。哎、欸，可不可以把它召唤出来？召唤出来是要按。这抽应该就是那个了。你知道已经中了。你知道那个召唤出来要按哪个键吗？要把它召唤出来。哦，那下停，我来考考看。哎、欸，帮我录，好，我帮你录。他可以把那个召唤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召唤什么？召唤角色出来啊，八神庵。是前高前高还是后高前高？你要慢慢按啊，下前不要不是这样考的。哦。小许专业考考。他是下前按吗？有吗？有说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要指令啊！你知道指令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不知道啊。但是我知道可以召唤他出来。下前。理论上是那一个。你家的。对啊，理论上是这一个。哎、欸，还是谁叫？抽到包子。包子啊，对啊，没有抽啊。你有包子吗？有，三张了吧，两三张了。你有包子吗？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的旁边还有个铃铛，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，我是平民百姓。